传家之宝交给你了啊！家里面断网了，留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上面连友了，我们今天去青州，然后就是去团建去了，这是有史以来。啊，那肯定在我这里啊。啊，我们那么多人第一次出去团建。啊？你们出来干没干过？我没记得他放哪个了。嗯，走了，走，先上基地集合。说了，去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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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 ，Bill 的，去拿，开门了，快点。你叫我先，摇板，摇板啊，是摇宝还是摇板？摇板，摇板啊，嗯。过的江啊，过的江没有？嗯。过了过了，要不要带回来吗？又跟我又跟他，你花心大萝卜不？跟谁？跟你在跟妈妈。哦，跟我在跟妈妈是吧？你这耳朵跟我的耳朵好像哦。才不像呢，哦。嗯，摇板，我带弟弟去大海边了不？嗯，你去吗？你不去啊？去啊。叫我先。嗯，乖啦！哎呦，一车、两车、三车、四车、五车，走啊！走路出发。我也喜欢走错路。哎，到辉哥家了。那海边不是你家吗？你家管海的。一二三四到四辆车了，还有五六七，还有三辆车在后面还没到。现在我们刚刚到青州这边，这是去三娘湾，好像是三娘湾。听说是叫三娘湾，嗯，不要垫脚，那个鞋啊，没有六十也有七十公分，胡说，你看，如果是这么高哦，你不要垫着脚走路，还垫穿那么高，垫还都没有那点，垫都没有高，嗯，小孩子就高兴啦，来这一趟。准备到啊，还有三辆车到了，我们今天晚上就可以先安排住宿，明天再出海，等他们来先。哎，小仙女坐这边啊。小朋友就在那里坐。嗯，小仙女都坐这边，吃饭了。哦，那行吃饭好吗？跟妈妈吃饭好吗？慢给你。浪来了，浪来了。嗯，壮，很有壮。嗯，嗯，嗯，摇板开这个车。哦，耶，哦哟，很凉快，为什么这边晚上这么凉快呢？
舒服，舒服。伴郎伴娘全部坐这里，360度。那我的牛车怎么办？牛车拉？哎呦，牛车拉新郎新娘了。这个车拉牛车，牛车又可以拉。耶！你们都不能拉，不能弄。哦，那现在穿上车才用就可以了。哎呀，那是这是他家长上的车呀、啊。好了，好了，到了，兄弟们，我们现在把船拉出去，明天要钓鱼，所以今天晚上要把提前的工作做好，明天出海。来，还到嘞，那还到底坐上来哈，上，嗯，我操，你三个人，那不要到岛上，快讲啊，哎呀，没到上个楼的，嗯。凳子都取个掉啊！咱们这是有能力升级。